国画雪竹扇面画法，结顶式竹子技法。因广大粉丝朋友要求画一下竹子或者梅花扇面，画竹子的技法比较多，如果能掌握好其中的规律，画好的话也是事半功倍。比如我们今天画的就是结顶式画法，而画竹坠处切忌勿模糊，输处需用直来补。起笔写分字，各自来破竹，运笔要爽利。你学到了吗？